床上映你的侧脸，结局失散，同谁出演？我想过刻板擦肩，用煽情字眼书写午夜里孤单怀缅，我竟忽然习惯失眠，不知疲倦。乘坐地铁三号线，往返的两点一线，隔着一个社群，现在听不见敷衍。他的手或许比我适合你亲切，我待在车厢，我未给成全。离开地铁三号线，我换成不同地点，无非是今天比起昨天绕多几圈，却不及你没说再见，就从我心底走更远。说再见，就从我心底走更远。